자, 결합! 결합! 자제! 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我真爱上这节课，因为上下去这节的时阵哦，大家拢笑眯眯啦。啊，那头一讲哦，大家的面拢足奇怪。啊，这两种的讲法啦，第一种就是讲啊啦，啊，你的头脑已经拍开啊啦，已经知影。第二点就是哦，较重要就是讲哦，稍等嘞，你要等于可爱的家啦。哦，要等于处理啊哈！啊，我估计吼，昨暗拢困了袂歹，对不对？对不对？这无比昨日暗较好啦，啊好。我一直一个感觉吼，咱这届学员是当然是咱的破纪录啦，啊初级班吼百几个跑一摆，啊都看到这样情形，我真欢喜。啊，就为讲好怎个？因为咱即要接到证券，想讲阿未接到证券，但即要接到啊！我相信在座各位啊，你过去伫社会上哦，一定定定听到吼，一寡对咱台湾民政府无理解，啊是对台湾民政府不服气的人哦，一定会听你甲伊讲吼，白纸黑字提出来看卖啊！我白纸乌字啦，啊，讲起嘛有理呢吼。但是你真正白纸黑字的时阵，还是是不是眼见为凭？是不是？是不是？干么样？那你捌看过看过魔术的牙手？魔术变魔术是真也假？假啊！你拢知影假呀？所以可见的讲眼见呐、啊，不为凭啊！啊，是不是为凭？所以你由于这边政治的诉求的问题啊，你都要用你的脑筋。在上礼拜，因为议长去受人，来呛声讲吼，白纸黑字提来，我才要相信。议长，你甲我讲，我看到安尼吼，我不忍心呐、啊。议长是我的迄个工作伙伴呐、啊，是咱的同心呐、啊。即摆含各位嘛，同款，你嘛是甲我是工作伙伴，无讲啥物人较大较小，大家拢平大。所以议长予人刺激，我一定挡袂住，我来站出来。所以站出来的时阵吼，才伫咱的网顶甲公布一张。公布一张是2012年7月31日美国的司法部。啊不是，安尼啊，迄张啊无出来，没有配合呢。无看吼，奇怪，我看大家眼神很奇怪，原来是无出来了。就是2012年7月31日，美国的司法部正式把台湾民政府秘书长瓦杰林啊，改回答的。啊，你有看哈、哦？来，这个所在就是台湾 Civil Government Secretary General 秘书长啊，我的名。各位，有白纸黑字啊无？有。拍手。过来，这张批也要看的吼、哦。那遐推下面的吼、哦，无几个啦。安那讲伊推下面，你知不知道？伊看无呢。首先，伊会甲问，我想来直接说来别讲，因为我有看到网顶在问啦。啊，伊唔知影什么意思啦。我甲你讲，你不知无？我讲你即马听听等于吼，你当甲人臭屁呢？你讲你不要看啦，来。这叫做司法部啦 ，U.S. 是美国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司法部，上强者在后面 ，Criminal Division， 有看无？奇怪，为什么由国际的事务部的办公室的犯罪诶迄个部门啊，来下去留批？各位，我专家说，我跟你讲，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去告美国，美国的高等法院已经有5点的宣判，宣判以后，
这个司法部的犯罪部门目睭金金看迄个国务院，你有照安尼去做啊无啦？啊，那无伊来甲弹劾啦。所以这个部门啊，甲咱毁批啦。所以这非同小可呢。你唔通叫是讲这张批无声呢？就是因为有这张批，所以即个中华民国所有物件开始咧大改变呢。所以中华民国一定伫这个真短时间内底啊，一定是把包袱啊紧紧的离开。问题是咱啊，你准备好未？好啦好啦好啦，勇敢啦，这算勇敢啦，准备好啊，勇敢啦。我跟你讲哦，要换一个政府，够遐简单。你敢看阿扁都离离落落，你哈八年讲啥嘛未通，讲啥物物件就是中华民国制度底下你个拗啊，对吧？啊头是伊啦，啊下骹歹甲你配合，你咪逃去。那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执政的时阵，绝对无这种现象，因为安那中华民国体制无去啊，是咱台湾政府的体制。这就是啥啦哈？美国讲哦，恁爱训练4000名啦，所以各位啊，恁后摆去台湾政府派你去做啥物物件，你爱足歹的呢？啊，那无要听，无要做，就甲免进呢？你有权利呢？安尼好冇？好。但是你唔通讲甲别人免进，啊，你家己乌白做呢？尤其是袂使贪污哦，我阁讲哦，我上过讲几下摆也袂使贪污哦，啊对，清算。但是吼、哦，你讲卖贪污，啊你讲啊台湾政府薪水遮低，我是免咱卖贪污，你会安尼讲呢？啊嘛真正常，真正常。所以我甲你讲，台湾政府即种，我是咧希望讲，咱这薪水一定爱中华民国发予迄个一般只台湾人的3倍左右啦。我给你真高的薪水，啊！我有给你厝好他住，啊！你囡仔读册拢免钱，啊！你要去贪污要创啥？无效嘛，对不对？啊！你也看嘛，每一年咱一定爱给你有2个月休困的时间，有工作有休假，啊！你贪污要创啥？你都要认真做工课，替台湾人来做工课，好唔好啊？我是坦白讲吼，这个其实我伫2010年的10月7日时吼，美国的这个正式讲咱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这个公文呐、啊，迄、那个证书啊，其实都摕着我啦。但是我烫伊，我会落底下来的，我不爱摕出来。啊，所以有人来甲我讲呢，包括咱的总理嘛呢，啊，议长嘛呢讲呢，哇、哦，你是足够忍耐呢，忍耐3年无要摕出来呢，各位。我若想早找出来，予台湾人拢知影讲，啊，台湾民政府已经注册好啊，啊，即摆若加入未？你敢知影伊是真个假？伊无定讲，嗯，安尼哦，真个呢？安尼我来做官，我接来这，啊，我甲迄个秘书长较好嘞，啊，我做较悬。各位，你若即种想法就错了，因为伫台湾政府内底，我没有官位，我无要入阁，因为美国。搞甲啊真清楚，我爱换国安迄位，国安是要创啥？就是换咱台湾未来走向，美国有一个要求，绝对不要变成共产国家，安尼好唔好？所以，我真正诚心的希望各位，你对咱台湾这块土地有寄望的，对台湾这块土地有愿望的人，来加入台湾民政府。啊！恁在初级班是也无够啊，还有个是高级班了。伫2月25、26、27，啊，22，我挂不了。22，拍谁？22，我你拢记得较知影哦。22、23、24啦，哈，高级班。啊呢，过年过吼，还有一个普通班是2月15、16、17，啊，2月22、23、24、25，10天3夜，20个日本人原来要来上课，啊，这新的上课甲未甲高级班斗阵，迄另外伫后壁，咱后壁迄黑熊部队上课所在啊，啊，上过高级班才有资格参加迄个甲日本人斗阵上课，
啊，你别紧，你爱付。安怎讲呢？因为三月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啊，还阁有日本二十个少年啊，拢才十几岁尔，大学生要来咱台湾和咱做伙上课，要上什么物件？上咱台湾历史，上日本历史。安尼咱有教无？那你上日本历史呢？改革呢？哦，想到这阵真爽呢。咱台湾过去国民党无爱予你台湾人信心，伊拢是甲你打击你的信心，无爱予你家己台湾人感觉你真牛，讲你种真笨蛋。啊，因种足够读册，啊，其实拢颠倒病，是因袂晓读书，啊，咱较够读册，用我做你就好啊。马英九甲我是要哪比？虽然伊嘛读建中，啊，伊建中是保送的呢，啊，我是考入面的，考的较大，对不对？这细声呢？啊，恁若出讲细声，我唔甘愿嘞。再问一摆好唔好？考入来较大，对不对？对嘛？哇，慢慢上课，慢慢好玩嘞，安尼，啊，这种实况转播嘞。我啊，你秘书等你上过来拢，啊，较克制一下吼，较克制。我听你讲一句话啦吼。台湾民政府变成台湾政府，我爱讲这个法律给你听啊。台湾民政府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五字是安那出来的？叫渐进法，这是国际法内底的渐进法。渐进法有规定，对，从占领所在老百姓要自己爱家己成立一个 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事政府，就是民事的。占领军入来，伊叫做军事政府。军事政府入来以后，一定要给你主动、给你协助，你的民政府给成立。啊，这个民政府成立以后，那社会稳定，啊，这个军政府都要将政权来行理。这是整个的国际法来的所规定的。那台湾民政府呢，完完全全照国际法。我相信你在座啊，你过去你绝对想无的啦，啊，你嘛想袂到啦。哦，中华民国个变化多，啊，唔免用刀，唔免用枪。各位，恁家己拍拍，恁有够牛呢！你真真正正是足了不起的呢！你也要来参加就对啊！你也要来参加台湾民政府这款的讲习会，这种的上课，表示讲你对台湾真真正正有贴心、啊有爱心，啊，同时嘛愿意来知影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咱都要想办法，台湾的地位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以后啊，看你要安那，迄阵阵才来讲。我听你讲，台湾政府成立以后，当时在当变作台湾政府，就是台湾地位正常化的时阵。要台湾地位要正常化，你就要研究是安怎台湾会向占领。我已经过复习，我昨日上课讲的。台湾已经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实施宪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啦。1945年4月1日，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在台湾实施。因为这个宪法的实施，日本天皇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这个参政权是让台湾人能够不是选哦，指定哦。天皇指定哦，指定了3名的参议员，5名的众议员去日本参加会议，国会，这历史上有啊啊，所以有的人说，4月1日你公布宪法，可是8月15日你就投降了，啊，8月15日公布以后投降呢，啊，你四个半月时间太短，所以不算数，你唔能中到迄款计，你干那个想讲你就好，你家己本身就好。当你昨天跟你的太太或跟你的先生结婚去登记了，第二天你对他不满意，或者他对你不满意，你说啊，我们只结婚了，昨天结婚了不算数，因为只有一天而已。可以的举手，拢无嘛？啊，不可以的举手。啊，那无牙齿，我跟你某讲哦，我先讲。当然不可以嘛！啊，登记好啊，啊是死啊，结婚刚刚无介意，讲我要你离婚，袂使嘞。啊，好啦，你真正要离婚嘛？呐，要办手续，对不对？这足简单，其实法律的物件，跟咱日常生活物件完全一样。所以各位，日本天皇4月7日实施宪法，
予咱台湾人派三名参议员、五名众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国会。参加都有影有去参加，这是啥？这是落实了宪法在本地实施的迄个政策。已经实施的，所以我跟你讲，宪法是台湾已经有效，所以迄当中开始，所有的人台湾人本来是日本，本来是殖民地嘛。等经过1937年的换，这皇民化，一直到1945年实施以后，这块土地就变成日本天皇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注意哦，我讲日本天皇哦，他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台湾人啊呐，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啊，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有证明了，有。这个月18号。日本的外交部长跟希腊人讲话，希腊人出来发表，尖阁群岛我们美国承认是由日本政府管辖，但是听好，但是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我们美国不表示主权立场，只能说管辖。所以你就知道说主权跟管辖权不一样呢，因为在帝国时代第五帝王的时候，皇帝说的，皇帝跟政府就不一样。所以呢，国际的法律啊，不是说你只白纸黑字读不好呢，你要用你的头壳去想呢。这是我常在鼓励说，人以前说一流的人去读法律，但是我觉得一流的人读法律不好，不是因不是读法律不一定是一流的，我没跟你骗。我认为什么样的人来读法律比较对，你知道吗？念理工科的，读理工科以后过去读法律，这种的人较有路用，请我。讲了半天，顺便自己捧一下。我想来讲呢，因为读理工科的头脑比较灵活啦。如果读那个只一味只读那个法律顶扣扣啦，所以有当时有当时呢，我含遐法律师咧讲话，讲到气死的。这法律都安尼写，我拜托的，你敢发准不是安尼写？你可去看其他的物件啦。所以你也看，我去研究台湾的地位，我不是敢研究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呢。除了旧金山和平条约，我意大利条约啦，凡尔赛合约，所有条我拢看呢。看吼，不是敢安尼，目睭看安就刷去呢，字字字啊看。我跟他讲，咱台湾这国际法嘞，跟他马关条约都看无啊。大日本大皇帝，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约，当事者是谁？帝国的大皇帝，大皇帝跟大皇帝签约，把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天皇。是天挂好天皇的，跟日本政府跟有关系？没有，日本政府干哪啥？日本天皇交予伊管辖。日本的制度是安尼啦。日本天皇将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交予首相，交给首相来管理管辖。所以首相他有什么管辖权？你看，台湾迄当阵是殖民地管，因为国际法有规定哦，殖民地才可以被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被割让。然后被割让以后，台湾这一块土地并不是日本天皇立刻的国土，神圣不可分割 territory 哦。所以这块土地安嘛，伊都爱派下总督。这个时阵伊爱派总督，先派总督来管总督。这个日本那边是首相，无就是啥直属。首相地书地位不一样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咱台湾第一任的首相，那个总督华山之际，华山之际一直走，跟台湾的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是有19任的日本总督，19任的日本总督，第一任到第18任，都是由日本天皇任命，但那个19届不是。日本天皇任命，是由日本的首相来任命。各位，
你若真正有伫注意的，你就知影讲，安那个无共款，是啊，第一届甲第十八届是由天皇任命，十九届都互本来首相来任命，因为第十九届的时阵实施宪法，这个土地是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已经变成他的内地延伸了，对内地的土地甲台湾了，完全变成一体了，原理家了，所以有的人嘛袂当怪啦，因为都无迄个老师啊。老师家己嘛唔捌啊，读几波就讲，日本已经放弃台湾了，放弃伫倒啦？怎么放弃？伊敢放弃？你就将和平条约第二条告放弃？有啦，英文是安尼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日本政府告讲有日本天皇无呢？日本政府伊若讲有放弃，有较蠢，迄叫尊崇呢。啊，若敢若日本政府放弃，就是伊个管辖权无去尔。啊，所以这个时阵，日本天皇还佫有资格，足要紧哦。日本的天皇还佫有资格来任命台湾这块土地，今日佫再任命新的总督呢。这一条没有受《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B 的限制呢。哦，你讲有亲无？台湾地位有亲哦，真正足亲的呢。所以这件吼错综复杂，你也大概一定要足清楚的。而且呢这个错综的复杂内底，人拢完完全全按照国际法的行，唔是讲台湾人就爱一点啦，跟因中国人同款啦。中国人拢爱用感情的，台湾人呢本来是未用感情，但是中国人来南瑞以后，拢嘛用感情。我想要讲感情，我看中国人吼，伊个巧拢很奇怪啦。中国人个巧是啥物？有智慧是种啥物巧？安怎甲你骗？啊，也要甲你骗，啊骗甲你唔知影，伊讲巧啦。例如，中国个聪明啥？孔明，感觉孔明巧会举手，即摆唔敢举手啊你啊？孔明无巧，哈？草船借箭有无？有啊？空城计，啊有巧无？啊，你读个册，你有读啊？你袂记个吗？你能考一百分呢？安尼有巧无？有巧举手。啊，佫无爱举手。我甲你讲，唔是好笑，真诶。诶吼，草船借箭啊，空城计拢真诶。但是说你巧叫啥物巧？骗人诶巧。哇，我甲你骗成功啊！哇，好棒哦！是啊，啊西方人的巧是甚物巧？牛顿万有引力，爱迪生发明，咱外国人西方人所尊敬的聪明是这种的呢。啊，你中国人尊敬的推崇的是啥？用骗的，上给你骗了，骗了成功。啊，所以台湾变做落尾有诈骗集团遐尔济，是甚物人害？中国人嘛，对不对？对。才细声呢。是不是？是较大声的啦！咱台湾人过去袂敢骗啦，对不对？对。嗯，对啊。咱怎么无自信遐呢？但是哇，即摆全世界上较高骗是台湾的，诈骗集团是台湾第一名的，可怜啊，有影。啊，即为遮骗，我骗为中国去。啊，即摆无怪叫连贯啊。哦，你看东南亚嘛呢，诈骗集团，要是我看报纸拢。七八十个、八九十个一个集团呢，吼、哦，干嘛叫见笑的呢？西方人跟东方人无同款的价值观在这个地方，当然唔知是安那是潘太潘探家是安那吼，拢安尼直直骗，啊你看哦，因的书法嘛足乱来呢，编一个代志，甲你判有罪，甲判无罪。例如，我讲一个例给你听，你听无？买无？有一个人骑马去共弄到，骑马啦，共弄到。那较公道的，伊个先讲驰马伤人，驰你知影吼？驰啊，一个马啊一个迄个野，驰马伤人，骑马去共弄到。啊，你骑马去共弄到安那？是咪爱判死刑？共弄死，要爱死刑无？爱无？爱。爱无？爱。你讲是啊？
啊，我若要甲你判无罪，啊，红包送较济哩，我著甲你改啥？对，马龙对，马慈商人，慈马商人跟马慈，几字尔？有啊，有几笔几字？所以因为头脑好是好伫这个所在呢，哎、啊，我嘛头脑算真好呢。所以啊，中华民国关系同款呢。我跟你讲，中华民国关系吼，那咱遐去要去拍，我跟你教者，你绝对拢赢。要知影无？会。这他们跟你通跟你教。啊，要听牙酒。啊，有诶无牙酒安尼算了。要听牙酒，拢要牙酒，我才要讲啊。好，我跟你讲，中华民国的法律啊，上界大的矛盾点伫倒。伊个法律规定讲吼，证人不可以说谎。如果你说谎，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哦，这严重呢。但是你若是原告还是被告，你可以说谎，编故事。你想看卖啊？法官有遐巧，巧到讲坐伫台顶，你讲个故事，伊拢相信。所以毋只制造讲吼，你会当去送红包，啊，互你甲你判无罪，敢毋是安尼？啊、所以你若去打官司，万一你若做原告还是被告，我给你教你一招。你审判中间，你向人家举手，啊，向人举手哦，伊会无准备嘛？举手，法官，我可不可以请那个原告还是被告哈、啊，你的对手啦，来作证？当然，法官也跟你问讲哦，要做什么证？你讲让他签窃结书再说，窃结书若签了，我你个强狠。我跟你讲哦，你若讲白餐吼，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七年以下哦，我讲你这只个晒落去吼，官个也好，被告也好，拢惊死啦！我跟你保证啦，事啊，都莫讲，好啦，和解啦，和解啦，但莫乌白面啦。我唔是讲叫你去鼓励你，你去修过啊，但是呢，法律上，哎、啊，也那是教育法律啦，你的法律这样讲，我就按照你的法律规定来走。所以呢，我要告诉你知影，中华民国法律是足烂，很烂很烂，可以变作讲有钱，啊，就会当甲改变。尤其即马你啊看遐司法官，拢个个拢未见效。我相信咱台湾政府即阵以后，这司法要彻底改革，好不好？我讲的不是开玩笑的话。当然，我的亲戚足侪拢是司法官啦吼，伊嘛同款。咱的司法爱照真真正正法律，我是希望照美国这一段啦，有一个陪审团啊。我感觉伫美国吼，要说谎的机会啊，很少很少。讲一个真简单的代志，有一个 deposition， 就是一种的吼听证。审判之前，法官会跟你讲：“来，你们先办一个听证。啊，即嘛 ，deposition 的时阵啊，原告甲被告叫伊律师，一定要带律师。中华民国伊的司法制度甲美国的司法制度无同款。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啥？你原告还是被告，袂当讲话，是律师爱讲话。变作讲律师要讲话以前，是毋是你的 case 爱读足侪？所以美国的律师会这尼啊贵的原因呢？”因为刚开始我在美国在打这个做官司告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的时候、我想说一点钟有四啊五百呢，美金呢一点钟久呢五百块，那五百块三十块来算到万五呢，啊万五是怎么算？我现在写一个，我就要自己先写呢，写写给他看，抱歉哦，他开始看你开始算钱啊！那你若好胆来这个啊，小王，你请参考买一本书，哎，就规规矩矩去买拿那本书来看，为开始看，开始拢去算钱。多有一届孙，那美国以前哦，我甲何瑞元啊，伫弯刀啊，用 Skype， 啊对方呢，三个律师，安尼五个人开会啦，讲差不多无甲两点钟，佮讲。因为要过以前，伊讲啊，你先要付一点定金呐、啊。我定金多少？用三万块，三万块美金九十万呢，九十万呢，我怎无头路呢？九十万呢，
有够心疼啊！九十万哦，啊，我两个人甲因三个人，啊，五个人讲话哦，讲遐两点钟久啦，两点钟久讲煞，过几礼拜啊，我讲啊，我三万块还佫剩偌济，伊讲拄拄好，三万块讲两点钟，我拄拄好啦，我之前阿算诶，哦，笑多来啦，伊看甚物册，几点钟久，哇，足好算诶。算到尾也无用，安尼三万块咧啊！我跟你讲哦，所以伫美国哦，有钱的我都拍怪，啊，若无钱的真正会死呢。因为美国佫规定讲，你袂当代替律师安尼去哩呢，袂使呢。你看影片，影片有真侪影片拢是安那，外国也好，美国也好，拢袂当讲话，敢穿西装坐伫边啊，有啊，拢穿西装有啊。啊，律师讲好，安尼讲，迄种钱呢？后摆咱来安尼，但是你也讲会按钱面算，这来研究看卖啊，是不是吼？拍官司吼，但是美国有一个诉，有一个名称哦，叫做无聊诉讼。无聊诉讼是什么意思？明明都无罪，啊，你叫律师甲告，还是安那甲告？我跟你讲，迄律师吊牌，你听有无？我无赖，我跟你，我用无赖，强要甲拗的。啊、叫律师，啊，律师爱先看你的案，看律师若讲可以告，按下告；啊，那律师讲、不可以，危险，未使告嘞。啊，那告了个嘞，律师会白票取消的呢。啊，那安尼诉讼就会减少嘛，对不对？那就遐多诉讼，啊，就明明会输的，啊，起来给你骂一下就，啊，就要给你告，啊，就给你判几个月，浪费司法资源了。所以台湾爱解说他有够济啦，但是我甲各位讲，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台湾政府一定会接到政权，本来无遐早要提出这个证据，予大家人看，因为我感觉讲我还没有，这个群众还没有训练好。比如讲，你这还袂教育好，但是讲起我也唔对啦，我太意气用事啦。未堪看家己的工作伙伴、家己的同志啊、去受武将啊，甲打出来。但是哦，打都打，因为反正即马嘛真紧啊。啊，现在甲报上啊，爱叫优秀的人来受训呐、啊，年轻人来受训呐、啊。我阁讲一摆，你若高级班毕业，有一年毕业证书，四千元尔，即四千元。我给你保证，一定给你保证，中立给你保证，这四千位一辈子的台湾政府公务人员，安尼好不好？好。干阿只四千个，安那多你破坏咱呢？各位听好清楚，因为这种转播啦，咱只一天都两万一千几个在看咱的网络啦，那一天干多你讲笑话，多你给咱拉后腿啊！我跟你讲。我们一执政第一天，我就先叫你来鞭刑。你讲几摆，怕几个？所以啊、哦，各位，你也当在网上啦，看到你跟咱讲迄个荒凉话，讲啊，迄些这条公文是假的啦，台湾民政是假的啦，啊，林志升这是诈骗集团啊，你讲我登记你一次，啊，若讲第二天你要登记你第二次。告伊登记一次，拍一个好冇？好。你讲啊，我按照你们的指示去执行。好大一个骗！我公文已经给你写个遮明啊，竟然要搁你绑定你讲我是骗子，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告伊，即马讲正经啊，卖过笑啊！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有甲你募款啊无？拢无对不对？啊！伫外口敢有无款？你敢有听人讲台湾民政府还是台湾政这个民政府个政府啊？去向人大家讲啊，来啊，交钱啊，交钱啊，有无？无呢？甚至人要给咱无爱呢？我足惊啊！你给我钱，我足惊呢！哇！你即马给我钱啊！我会跟你们讲，啊！你后摆我要创啥？啊！我无官位啊！啊！我嘛袂当甲你安排啥，所以你上钱花嘛无效。但是各位，我阁讲一摆，咱是政府。无你甲你开玩笑，咱是政府，咱毋是
政党哦，不是政党哦，不是社会团体哦，跟中华民国不一样哦，中华民国是民间组织哦，我们是真真正正的政府组织哦。美国跟我说几十次啊，所以我赶快的话要跟你们强调，没关系啦，你回去人跟你笑啊，爱学我啦，笑一笑就好啦，笑笑啦，啊，如果要买太贵嘛，再登记一次啦。你要看我有办法彻底执行吗？赞成无？赞成。有的人不敢打炮啊，我有看。没啦，我没吼，证人拢放在你的头壳顶啦。所有代志我讲的，我拢承担啦。你免烦恼啦。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你会问讲啊，这边哪分？台湾民政府是照战争法。当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统宣布投降。九月，丹尼奉麦克阿瑟1945年9月2日一般命令第1号来台湾。来台湾的时阵，丹尼传两个组织来，一个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其实的台湾的顶官，啊，加加中国，也是中国人伫咱遮设的。设这个物件以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伫1947年2月28日发生这个228以后啊，迄年到6月份啊，伊该宣布变成台湾省政府。啊！台湾省政府以后伫做落去，照道理来讲，即、這个台湾省政府应该是爱叫台湾人做省政府的主席才对啦。但是伊拄啊开始的时阵，嘛是拢用中国人，迄就唔对去啊！啊，台湾人唔知影，不要抗议啊，不要抗争啊！一直到李登辉要叫台湾省政府要甲废省，你会记得吼？伊要废省啊，但是落尾变啊变变到尾，讲安尼变成啊动省，你袂感觉很奇怪吗？为什么废省啊，可变成动省？迄就是因为战争回来的民政府，你不能把它取消啦。啊，你不能取消，所以美国就出名啊 ，AIT 就出名，派人去甲总统府甲李登辉讲：“喂，老兄啊，你不能把那个。”台湾省政府去掉呢？李登辉他的用意就是讲，我要用台湾省政府给去掉，然后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了。美国说 no， 那伊讲 no， 啊就唔敢啊，所以变成了动省，动是啥？结冰啊，甲结起来，啊个伫咧，啊虽然呢爱结冰，结冰咱损失呢，伊一个月，即摆又够有前面讲36个，几个什么？省议会什么咨询委员呢？啊，一个月还有50000块呢，啊，还坐高铁，坐什么铁都免钱呢？那钱拢给了呀，对不对？所以后摆咱即阵，遐50000块啷个拖到等？根本就不应该有那个组织嘛，对不对？有，好冇？好。呀呀呀呀呀呀！来，我没有说啊，各位。人伊讲我冇怕病，你拢我要甲他提醒啊，较好，人不要一天到晚吼在制造敌人呐、啊。知影都囥在心咩？囥在心咩？囥在心咩？安尼伊就皮皮错啦。但是我讲，迄些真的是不公平啦，不公不义啦。我捌去甲看，我最近才2年前也看，吼、哦，厝拢嘛空诶，伊奇怪，省政府奈拢空伫遐，想奈拢空伫遐，安尼把它拆拆来卖掉。哦、很奇怪嘛，哈，哎不，干嘛真奇怪嘛？啊，搁伫听钱，各位，美国讲的啦，你这个物件爱甲留咧，后摆台湾政府伫遮啦。有个人听无呢？有个人听无？台湾民政府第一关就要升起啦。所以伊的所谓厅处啊，以前什么厅处办公室拢总伫咧，甲即摆伊唔敢甲废掉啊。中興新村啊，唔敢废掉啦，也要看无？你看无嘛？敢不是？你若无来上课，你看无嘛？
还拢伫咧呢。各位，所以还阁有真侪代志，阁有足侪代志哦。咱台湾人真正拢戆戆啊，但是善良敢有影善良？迄叫做腿啊，迄叫啥？黑蚂蚁啦。啊，这个红蚂蚁哈、哦，用膏药将伊红蚂蚁改装为黑蚂蚁啦。哦，你拢是中国人啊、哦？啊，当然是啊，是啊，是啊。叫你做兵啊？你做什么兵？做兵就是爱去效忠迄个单位，就是效忠中华民国。啊，你看有鬼？啊，你台湾人，你效忠中华民国？当然，恁在座即马受过训以后，你足清楚的。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咱免去做兵。你即马知道？但是问题是来啊！啊，阮后生即马拄啊接着兵团，啊要去也歹去。听好清楚，听好清楚，爱去。你唔通甲伊对抗，你即马甲伊对抗，你会吃眼前亏。所以咱的车牌甲即马美国一直未啊未批落来，的原因我估计是这啦。伊不爱讲吼，好，你即马台湾人即马吼，愈来迄个气氛啊呐，高昂，哦，哇，林某某迄张公文甲公布咧，迄张是你的护身符咧，你放喺你的身躯顶。什么人来给你处理？你给提出来，你看嘛，你给他谈嘛呀？我是台湾政府的人，我是台湾民政府，你是中华民国，你别人敢管？警察会来点伊呢？确实有人安尼用，啊，拢有效，足奇怪，啊，真正有效。啊，咱台面讲，伊内政无中华民国内政嘛出一张公文，迄公文啊，我即摆是拢无咧分啊，因为摕着迄张公文吼，哇，夭寿！咱这受过训的，伫外口拢好，行路拢有风啊。迄个是啥啥？来，迄个政府也来政府啥哈？由台湾民政府啊，不是非法组织。你有惊讶无？有啊！所以遐人，你讲咱非法组织诈骗集团啊，你讲门都看，奇怪，不是非法组织啊？那不是非法组织的啥？合法组织嘛？啊，那合法几多？你睇我看，这个英文的，伊唔知看有啊无啦？但是伊哦会计先啦，伊看无，伊讲我看有。我跟你讲，啊，咱某学员嘛是足低薄的，足低啊！前阵的民政委新闻节讲提起吼，讲去银行一间银行去共开户啦，无一间银行要互开啦。啊，伊就伫迄咱的网站哦，就甲问啦。啊，请问秘书长，你是不是讲错了？没有用呢。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你那一张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发的那张身份证啊，去那个银行可以开户，我从来没有讲哦。但是我跟你讲，你摕迄张，你去那高铁、台铁去买票有效，是安那？因为台铁、高铁不是中华民国的组织嘛，啊，你的银行都是中华民国内底的组织嘛，当然无效。所以人家给你印一句话，我有看影片，人家找你那讲啊真好。你不承认中华民国，你拿这个来干嘛？咱当然不承认中华民国啊，对吧？啊，所以你敢派，拜托哎，要派人爱有道理啦。所以你爱多多的念书才去敢派啦，安、啊、那么？我讲一摆，你甲摕一张身份证，哎、欸，有申请身份证举手。哦，拢有啊，拢有啊，好，安尼袂歹呢吼。安尼吼，恁后摆呢，恁若即种的时阵，一块换一块呢。啊，一块的正台币，我换一块，我讲迄一块哦，你也赚三十块，因为后摆是正台币要兑啥？兑美金，一块兑一块美金。我先跟你讲，你可以不相信，哎，看我一条光啊，你什么？你可以不相信我还是什么？我是不要钱，因为我的音乐真差嘛。但是我跟你讲，我只在你讲话弄弄音啊，你们都可以录影存证，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今日赶快要甲各位讲，你唔通因为来受训，是因为要趁钱才来，不是？袂当安尼，千万唔通安尼。你是真真正正要替咱台湾人民，要替咱后代来打拼，你来加入台湾民政府，做一个革命的先行者，不是先烈。先烈就翘起啊！好，会记得哈？那是先行者，先行者意思啥？得先行啦。啊，做头前的行哦，然后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各位拢是早起的鸟儿，咱绝对咱不是早起的虫啦、啊。以前讲咱不是虫，因为咱有法律，咱有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法理，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虫，我们是鸟，对不对？对。哎，那个你骂人呢？但是我要讲这个是甲各位讲吼，我们做一个台湾人，一定爱家己认识讲咱家己的地位到底是啥。啊，若无去认识，啊，你用迄、那个，干那去逞迄个一时的口舌之快，爱无好。所以我马一过来讲，当来台湾的法律。台湾经过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一直到今日，台湾人有一点足大的缺点，就是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时阵，全台湾包括足侪学生囡仔拢哭，干嘛讲？我们打输了。但迄个时阵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和日本人嘛变做真好的朋友，但是。有另外一挂人，伊就有一种的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心情产生，伊就要加入战胜国，因为中国甲你讲，哦，我们打败了日本。哎呦，讲到这个打败，甲咋算？这中国人的语足奇怪啊！我们打败了日本，我们打赢了日本，哎，败啊赢，赢啊赢，你听我，我们打败了日本。阿尼讲，我们赢嘛？啊，我们打赢了日本。啊，我哪能够赢？啊，中国老师一天吃到晚就吃我们豆腐呢？阿尼讲，那台积关车呢？你情况讲有苦啊无啦？所以中国人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民族啦。所以我足讨厌做中国人。啊，当然我不是中国人。但以前我讲讲，甲可能同款。你以前嘛拢叫是你中国人，敢不是？有啊，有举手。你啊！你呢？拢别后边记了，别记了，后边记了。哦，今日开始拢别记了。啊嘛对啦。啊那我特别讲，我嘛是同款的，以前蛮戆戆的，愈高读起愈嗨。我还记得读高中一年的时阵哦，吼，几啊个双师姐教，吼，就欢喜了点，鼓励了点，因为今日讲讲，明仔休困了。我就喜欢这个啦。日本当年，咱是代表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代表日本天皇去跟日本人作战，去跟美国作战。所以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美国是咱的敌人，因为美国飞机跟咱轰炸，大家目睭拢有看。啊，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盟国，当然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迄阵咱不要去想啊。所以，我常常，我希望咱各位吼，你今日回去以后，对了，你的朋友，拜托侬替我问一句话：，地球世界的人怎样建树？咱怎样哦？建树。啊，系啦，我讲几波，讲到你怎样？怎样下手？建树要下手？哎啦，建树啦，拜托，卖侬怎样啦？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家去做迄个。调查了，好不好？你去调查，啊，你高级班人来跟他讲。啊，都高级班呐、啊，高级班人这样来讲。我跟你讲吼，你家己去做调，你只做笔记。你讲吼，第二次世界大战，咱台湾是打赢还是打输？那无跟你讲建言吼，桥贵建树，我才睡在你。每一个，朴属性嘛，赶快。当然，咱即马少年啊，真侪伫遮哦，听了讲奇怪啊！啊，秘书长你讲，甲阮老师讲拢无共款呢，当然嘛无共款。但是你考试哦，唔能照我讲一下哈、啊。你若照我讲一下，你连初中跟高中都未毕业，我甲你讲。所以吼、哦，我常咧讲吼，初中以下唔通回来上啦，因为初中以下要考试诶。啊！你考试，你第一体质来体，你若要到我哦，也零分呢。我的孙仔常拢考好零分呢，所以
我的弟弟的太太讲话，啊大哥，拜托拜托，我囡仔麦克卡卡了。因你读迄小学哈，我就去跟人讲遮嘛。啊，边间人去考试哦，历史的保温哦，伊拢叫我写。哎，这个是我伯伯说的。但是我两个孙啊，基本拢伫台大，一个台大法律系，一个台大哲学系，迄个资讯系，算讲真高读册啦。伊阮兜拢足高读册，不过吼，好我跟我家己拢袂晓读册。啊，我讲是属实的呢，我不是讲别，我这个不是笑话，是真的。所以呢，我是较反对讲吼，初中以下来遮听，因为初中以下吼，伊听无啦，啊听无足高义的，拢照安尼来写。那请咱的迄、那个，咱的迄、那个自卫迄、那个禁卫队大队长，伊个囡仔吼真巧，五年啊当时，你好，你考试吼，拢照我讲来写，写甲因迄个老师。伊跟老师讲哦，我们唱什么国歌？那个国歌里面都没有台湾。啊，伊老师我看得着，谁跟你说？甲家庭拜访，啊，家庭拜访哈，讲拍开门一个看，哦，拢是起五支旗啊。老师讲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没过门啊。所以，但是迄个囡仔呢，好嘛，成绩足好个呢，哈、哦，啊，即嘛呢，因咧老师吼，那有历史问题拢甲问呢。我讲讲实在，这无开，一点都没有讲开玩笑的话。啊，你啊台湾，你啊想嘛，咱个囡仔拢互因这种教育，互国民党个教育教育甲伊啊吼，会妥妥妥呢。但是国民党个教育是讲100%成功呢，非常的成功啦，我足钦佩因个呢。所以后摆这些老师吼，拢会无头路。我跟你讲，后摆我的规定讲吼，老师若要有头路吼，爱找咱的受训的员工吼，摕一个证明，啊才会继续做老师。安尼好不好？啊，做一半证明哦，啊收钱呢？你要收偌济？要收偌济？证明书哦。因为光着钱拢好。袂使啦，袂使啦。那我们那形象就脱起来啦。我的意思是讲吼，后摆所以有的人你甲问讲吼，啊你台湾政府摆吼，啊阮遮公务人员要安怎？要安怎？你干嘛要安怎？在教育啊。啊，公务人员要安怎？在教育。因为甲你讲吼，啊阮卡吧，所以。所以我无法度走，伊就是讲，伊个意思讲吼，啊我无法度啊，啊国民党个教册就是安尼写啊，啊无你叫变喏，伊意思是安那，啊我讲一个趣味个代志，我毋是高阳演讲嘛吼，啊高阳去酒店我伫遮吼，啊我演讲，我用这個、用迄卡巴做例啦吼，啊咪讲煞，啊无要离开，啊我离开，吼，一个东西嘛用走个。秘书长，秘书长，我报你一个秘方。我讲，啊，什么秘方？卡牌秘方。我讲实在嘞，啊，我讲哦，我有较感谢迄个同事呢。我是你用迄个电视广告，迄会在我吼，记者讲吼，一个阿公阿婆，阿公啊阿伯吼，阿伯啊呐，伊甲问嘛，伊讲阿伯啊。啊，会小叔，你也要走？伊讲吼，啊，我靠啊，是要走？我用迄道理啊，那东西吼，吼、哦，所以你讲吼，你讲，当然有够故意有无？啊，我是足感动的。迄天吼，讲一个吼，哇，我是一方面吼，非常感动啊，非常的欢喜，这么关心我。我有秘方。啊，食啥食啥食啥，一定好。啊，若食啥食啥会好啊？讲去啊，咱台湾有救啊啦！无啦，卖比如迄肉，我想哦。啊，迄个广告是一里元的吼。啊，你讲吼，
我阁有一个广告哈，我伫遮捌甲批评过。迄中秋节时阵，我批评，你唔通看咱去上课，我伫遮咧批评的吼，拢马上见效呢。我讲的就是拢中华民国咧改呢。迄个是足酷的，我甲讲吼，迄教导也袂当歧视台湾人。伊话有一个阿伯啊，捡鱼纸，有啊，你会记无？我讲你就听有啊嘛吼。啊去卖，啊卖个铜板几个啊，啊经过饼店，啊买两粒月饼，啊摕按因迄个啊做互因先生食，啊带出去破破烂烂，啊因先生要加的时阵，啊阿红有转来无？有啊，你会记无？我伫这个所在，强力的批判，我你看不起我台湾人。我台湾人拢是这种捡鱼纸吗？不偌久，几一个月讲，跟我夏天出来，迄个完结篇出来了，伊捡倒转来了。啊，是嘛？伊捡倒来，你个看，哇、哦，也好笑啊！伊捡出来这装潢够好嘞。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小看我在这里讲话呢。两万几个人，一天两万几个人，你看哦，一个月干完几啊十万呢？因有滴注意讲，我伫讲啥呢？我若讲啥吼，他都会改善。要够有足侪我讲黑熊有无？我你讲哦，黑熊部队是要抓警察，啊，这警察的待遇这么烂，哇！过不偌久讲，警察人员全台湾啊，一个月加八千块。不是我个嗨啊，我伊来感谢我啊，干是？因为八千块，所以也感谢台湾民主，对不对？对。对嘛。啊，所以无怪讲，咱最近啊，你犯规，迄警察拢袂甲你开单，有你呢，上无就十倍以上啊！是因为替代，我是台湾政府的，台湾政府的，啊，你是中华民国警察，对不起，迄警察甲你讲啊，我是中华民国警察，我不能管理台湾政府，行哩，走啊！高速公路安尼，红灯右转安尼，我咪叫你违规啊！我跟你讲哦，我想讲哦，你若饮酒吼。驾车的吼，后摆吼，我抓你变形，变到你唔敢，我甲你讲，不可以啦，迄伤过分啦。有真侪代志，我若徛伫这个所在，因为你讲话嘛，就算全台湾所谓社团也好，政府机关什么，就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受训的，无像咱安尼吼，每一届受训拢有几百个呢，而且我们没有中断过呢。这不是开玩笑，恁家己出钱的呢？恁家己出钱来住伫遮，来伫遮住遮，啊来上课，当然上课免钱啦。但是呢，这种的精神啊，这种的心啊，中华民国国民党啊，民进党啊，中国国民党，伊看拢惊，拢惊着啦。他有，伊讲奇怪呢，我讲这无什么好奇怪，我甲讲。我是政府呢，你中华民国是一个民间团体，我政府开始训练人，要让这些人要来执政，当然当然要来，对不对？对。所以各位，你唔能看轻你家己，我再讲一摆，你唔能讲啊，我已经七十几岁啊，我敢会使？你绝对可以。你今日年纪较小，人都以我来受训。我嘛同款，后摆执政的时阵嘛爱派任务予伊，人伊都好运啊，啊无里面啊。啊，即个囡仔大汉以后，即摆若有一天，像即摆遐地方电的18%，我讲4000个啦，只有4000个而已啦，一世人啊爱回做公务人员啦，人伊是革命先行者，啊无里面啊。所以我跟你讲，事情也以后要来就无啊！我先跟你讲啊，要把握。但是你讲把握哦，唔通讲一摆来三摆，我才无替我坐。我先跟你讲，所以我咧想讲吼，爱甲酒店讲吼，后摆啊酒店限制啦，咱即摆是无嘛吼，互你方便嘛。来，哎，什么名？点记？什么酒？啊，几高嘞？啊，就有伊啊。后摆袂当安尼安尼，因为甲互我公布这个类吼，你拢知影，你拢知影秘密啊嘛。这一定证的，我系保证绝对证嘛。啊，这美国公文是这样嘛，咱那边证绝对证的，台湾政府嘛，那边证，我也找不出说不能执政的理由啊。
所以为即马开始，任何组织，包括中华民国，不管什么党，中华民国、民进党什么党拢歹，你若敢讲台湾政府，我就甲你告，我伫美国甲告。啊，告的钱，予咱只台湾打去分，好冇？唔对啦，那会当好？我哩甲你试看，你有贪心冇？吼、哦，我这贪心啦，拢好啦。啊，我听唔对。我来讲，你来注意听啊！我常哩讲吼，咱台湾人伫读册拢读一半啦。啊，我有当上课拢甲恁试一下，甲恁试探一下，因为我头脑算真好咧。钱若摕到，来改善台湾遐散的人的生活啦。所以咧，台湾后摆会啥？可别农业，我们一定要恢复农业。啊，头先你甲我讲合适，我甲你保证，合适绝对拆掉。好不好？有人来讲哦，啊，何事跳跳也无电，我甲你保证，绝对袂无电，因为咱台湾出产啥石油，伫台南的关田，迄、那个油井，迄、那个油井的油是探去对，你知毋知？探到尖阁群岛钓鱼台，啊，钓鱼台油井探去对，探到南海，你知毋知？南海是全世界现主席发现的上盖济油的地点，就是南海了。所以因大家去坐南海有啊，其实我讲免坐免坐。台湾在1939年3月30日已经 announce 向全世界宣布，西沙群岛加南沙群岛合并为新南群岛，而且所谓对名咱拢个公布，咱的新南群岛。就是两个合并一部分啦，一部分，不是全部啦哈。在这个咱公布以后，那我向全世界 announce， 所以你们都要想，那是我的，我台湾人的，只不过因为台湾的地位还未正常化，还个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但是你占领中，不是代表讲我未当讲话啊，所以咱有。有写一个公告，向全世界 announce， 咱有一个成立一个南海专案，啊，由咱的曾建元律师代替负责。啊，这个负责呢，我嘛伫甲讲几啊摆，我卖急卖急，哦，即摆打拢足少年哦，足冲的呢，哦，啊，这个秘书长讲咱的，来较紧，甲过。打打死，要讲过会使，但是法律爱讲啊真清楚。你若讲无清楚，你告落去告输去，啊就吐去安尼。咱若要告爱讲赢，袂当告输。我一向伫做在拢冇要赢的，我无要输的，我讨厌输啦，好冇？好。嗯。所以呢，虽然大家拢支持。但是我嘛是讲过摆，我讲你研究好，你一定要我看。这方面我是专家啦。啊，台湾的油井伫迄个关田，一口尔尔，一口的油井，这个油竟然会当供应咱全台湾的石油的2%。啊，最近因开始说哦，但是美国有讲，你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你袂当来改变人的主权，而且主权不能够被移转，所以你袂当一日哦。爱等到咱台湾政府执政的时阵，我叫挖200空再来哦。啊，你有钱，啊有油，所以你的发电没有问题。石油对咱来讲比水较俗，啊你江山无电，所以核子发电全部取消掉。好不好？在核能哈、哦，核子发电哈、哦，其实是制造贪污的大地方啊。各国的贪呢，假借讲无电了，你台湾也无电了，你若无做，你也无电了。我都甘愿无电无里边了。啊，我这四条核，那个核能啊，那爆炸，我甲你讲，拢死了了。啊，这死我无要紧哦。是你这个土地无法度后代嘛无法度大呢，
所以干袂通，唔通爱安，啊，就无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吼，愿意安尼做。大家拢是贪家己的用嘛。你想，迄利益偌大呢？迄几千亿的呢？做总统的去给拜访，哎、欸，拜托，卖继续做啦。啊，我将这个数字给你。哇、哦，500亿！你要做无？你要做啊？我嘛袂。告爷，唔通安尼啦！所有人，台湾政府的所有的这个官员都不可以这样了。咱哦，咱真正台湾后摆这个教育哦，要彻底改变，啊，变成变好咱台湾人是一个有气质、有良心的台湾人。啊，这个台湾人。你一定有钱，我不跟你骗，你真正绝对有钱。你就是无做工课，我哪要给你有钱？啊，在这款的时阵，你一定爱恢复以前咱日本时代。你知道1945年8月15日投降以后，甲中华民国派部队入来台湾的，这个差不多要60天的期间，台湾人的犯罪零。迄阵警察嘛无。军队也无，无人犯罪，敢若亲像311、津波、海啸伫日本发生的时阵，人日本人要去 7-Eleven 买物件，拢排队，车伫走，拢规规矩矩，无人超车，甚至有人袂当的伫排队内底枵死，伊甘愿家己甲枵死，伊无爱插队，全世界拢很震惊呢，各位。咱台湾往后创一个历史，就是1945年的这个8月15日以后的60天，咱台湾人真真正正表现了解一个很高贵的民族的迄个气息。所以我等你讲，后摆日本天皇倒来咱台湾以后，这个予咱台湾开始过去恢复之前迄个时阵呢，我是感觉讲啊，台湾要恢复。有贵族来找全台湾所有家庭做咱的模范呢，咱就颁给他贵族，啊，让因遐贵族来带领台湾迄气氛甲迄个风气。我相信吼，媒体即摆现在中央媒体拢报啥？报败，拢报啥？即摆我甲你报食，啊，就报查某囡仔。比大腿，比脸大粒，啊，无就安啦，面安安啦，就迄啥物，医美，各位啊，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吗？我刚看到报纸，我想要吐血。小 S 嘛是中国人啊，一年个晚上看9000万呐、啊，你台湾人赚到要死，一个月含万八都无多赚呐。俺、啊、台湾人诶，即少年诶，即老因啊，对一个比较歹，大家个个比较水，爱赚9000万，啊，毋是安尼呢？伊个毋是赚第一名呢？所有经济伊嘛，大部分拢是中国人呢。告伊，这种不正常，绝对无正常啦、啊！我相信我今日个咱批话吼，后摆就改善啦，一定要出来讲啊！谁人赚钱遐简单？哎、啊，税金交偌济？老百姓一个月赚20000块，都要交几啊万呢？啊，你赚到这边，你税金交来，甲讲，对不对？不对呢，不没有公平正义呢。郭台铭跳一个步，啊，上人2000万。这个时代吼、哦，先做早晚袂歹呢。这是过分呢，我真的很觉得很过分呢。哎，2000万唔知道有加扣税金冇？不对呢，不对呢，社会价值观都唔对起呢。啊，你背皮包，什么铂金包，一个几百万，哇！报纸讲，抢来买呢，讲1-2百万嘛，抢来买，全部买光呢。台湾民众最贱，上面有铂金包，拢甲变形。你不要拍手，不对，你社会不分呐、啊。人伊讲我做苦工，我做一世人，才买一个白金包，啊有啥物唔对？
爱听伊理由啦，这个编啦。哦，我啦，吼，你去做吼，做俗话官不得了，冤狱一大堆啦。我讲这吼，真正，你爱思考啦，哈、哦，唔通讲吼，我听到变形状，啊，你讲吼，万度啦，嫉妒。我赚万八块，爱赚九千万，啊，嫉妒啊，变形，好好，很好很好，别使安尼啦。我们不能讲吼，人好嘢，啊，你就甲嫉妒摆。咱都爱看啦，看讲人伊是安怎拍拼，安怎赚的，对不对？安排对，爱公平啦，好唔好？我伫上个，你唔能继续我伫甲你开玩笑呢，我是伫甲你教育呢，要听有呢，对不对？所以，咱民政府之前爱做的工有够多。今日呢，咱开的时阵公布了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后摆的组织架构，今日已经通和各位的阮的迄中央常务委员会，即就是开会啊，大家拢看过啊。那是二月二号会向全世界公开，那咧这个台湾政府的组织架构，好，我甲各位说明。那这個组织架构你要看出来，你右边是属于政治局，就是属于军管；左边就是事务局，就是属于民事方面。因为刚开始的时阵，咱除了有美国的军事政府以外，还有日本天皇徛伫后边。所以表面上来讲，我们的领袖，咱的头头是台湾的总督，台湾总督。而且台湾总督他没有实权，但是有的嘞。刷入去呢，政治这方面就是军管的这部分啊，这叫做啥？就是军训，军政时期。军政时期呢，各位你要先知哦。没有选举哦，占领者，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你没有反驳的余地了。占领者跟你讲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说 no no no， 你枪毙，很简单呢。所以我讲这是你的头壳里要很清楚呢。咱是建书，我们打败仗一定要承认，你不承认打败仗。你就生命不会再来讲，你承认讲我打败仗，打败仗不是很羞耻的事情，哎，给你进步的人搁在努力嘛，那我想打败仗，我们争取我们的权利，然后在我们的权利之下，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自己的家园。卖讲台湾变成一个贪婪的一个国家不好，所以呢，咱的军这个。政治局这边跟事务局这边，我们会扯开。我讲用咱这广播来讲的啊，你不相信？外口佫甲你消遣啦，讲骂佫一堆啦，爱不要紧。做因去骂，做因去讲，伊若佫骂佫讲，你若不哦，登记几次？佫去看麦啊？哦，你登记一次，变形一次啦。哎，变形的相片我先看一下。你捌看到变形吗？有无？唔捌，来，好你看，看你就知影。这个变形哦，啊，我看嘛，喂，你看，全身脱光哦，全身脱光啊、哦！哦，来，第一个拍了，哦，拍了呀。我跟你讲，我爱看完吼、哦，医生爱徛伫边啊啦。啊，一摆吼、哦，卖甲超过五个啦，因为拍五个以后啊、哦，已经不几啊顺利啊。而且闭个时阵哦，啊呐，爱等伊出嚟，高估晒，台湾人讲高估晒，家己高啦。啊，怎啊？高一个月差不多买好啊，啊，过来第二次。我甲你讲，你唔能看这个变形哦，我会当甲你保证，变形开始实施以后啊，犯罪率啊，一定降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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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所以。咱后摆敢有死刑、甲鞭刑？啊，那死刑犯，你讲我不人道，好，真简单，我交给你去管。这個、人，你甲饲，饲到领导内底，别让出来。你反对死刑嘛？啊，军公道嘛，好你饲嘛，我政府歹饲嘛。你讲要人权嘛？那你来人权，你拖到领导饲，但是我跟你讲，你别让他出来。
伊若出来，你甲报警迄人赶快爱同罪。你看什么人你来讲不可以死刑了？啊，我敢无人权吗？有嘛？我不甲你拍死啊！我叫你骑啊！啊，你同情他，你去骑啊！犯罪的人，我也没有监狱，我无遐戆呢。你犯罪，我甲你抓去关，我就要起厝给你住，啊，我煮饭给你吃，啊，搁请人甲你顾。拜托，你怎么阿公过？变形啊！怕了，倒去顾家己。好啊，一个月过来。我甲你讲啊，那判较济咧吼，自杀好啦，我无骗你。啊，伊若动起动一下，我随着你讲话，我刚讲一个，有人去做迄个啥，迄个诈骗集团去新加坡抓到。七八个，刚好一个他不承认，叫因迄七八个拢去有遣返，但是迄个不承认呢，法官甲判讲吼，鞭刑一下，然后再遣送回来。啊，有电视有甲翕啊，啊，回来安那，个月啊，走路开脚筋安尼，啊，人记者问讲，鞭刑你觉得怎么样？痛不欲生，说痛不如死啊。迄一个足厉害呢，迄拍落去啊，看吼，迄钉条啊，遮宽，迄是规个拍落呢，毋是条呢，规片呢，迄真正会拍死人，我无爱骗。所以啊，你好大，你可以犯罪看卖啊，因为你的犯罪，因为你的犯罪受到别人，别人也会受到伤害嘛。我嘛爱考虑讲被害者的人权嘛，啊你讲对不对？啊唔通贪污，贪污绝对死刑，我讲一摆。所以吼，一个人，你来伫这里上课，你唔通想讲三更两暗，哇，你拢捌啊 ？No， 还佫足深的。过去班以后 ，No， 还佫足深的。迄本册你定爱。爱提灯去看啦，好唔好？好。你阿伯读一本册，请你举手。那有的无买册，讲假讲要举手，这样嘛？你想嘛？哦，为何难呢？你无买，你想来讲要登去看？我你有我知影啦。各位啊，真正爱去看啦！你要做迄、那个咱的迄个行政官员，啊，你无看册，袂使你啦。我唔是讲吼，我唔是恁买车要趁钱啊！恁买车钱无地位落地啊！我先跟你讲啊，没有放在我的口袋啊。基本是讲吼，你们来这里受训，就是要得到台湾这对正常犯的迄个资讯。因为我刚上课讲这无够啦，还有很多的事情，好、哦，还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不多一摆拢讲啊完，因为我最近已经一个结论出来，台湾解答。你怎去看？你听我跟你讲，台湾解答这篇文章，你若看两摆、三摆的人啊，我不爱相信。你无看三摆、四摆、五摆啊，你看无？迄我写的台湾解答，就是跟你教台湾到底后摆会安怎，台湾要安怎？这个是真深的。一篇的文章，内底有咱台湾的解答。啊，今日呢，上课我要上到遮啦吼。啊，稍等下呢，下课要翕相的时阵吼，高阳州头一梯次去翕相，其他在第二梯次。啊，翕相以后呢，咱外口有停八家游览车，你拢会当用。啊，不，讲者计程车。啊！我讲了收大台哩，计程车啦，计程车。啊，我是跟你建议哦，四个人坐一架车啦吼。啊，四个人来够伊哦，车钱哦，四个人平分啦，啊，较省啦，好不好？啊，四个人坐一架车吼。啊，咱的我讲现在咱的预约咱的时间哈，2月15号、16号、17号是咱49届。啊，这里要做2月22号、23号、24号。有两个事情，第11届高级班，阿加第1届的日台精英的班，啊，过来就是
即迄个高级班要参加过，才会使参加。可以在座呢，可能若无上高级班啦，袂当参加。啊，来啊，今日吼啊，上课到这个所在，谢谢，多谢各位，谢谢。자그럼各位家姐，卖好，不要下课哦。